优质的牛肉泡馍啊，我看一下。小感觉啊，我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，不是半点儿啊，让老板特意给我们烧一个。牛肉馍，我都是之前掰好的。精华油，来一点味精，这种感觉。来一点再炒吧，炸一会儿啊，看一看。这是优质的牛肉泡馍，好，这差不多就出来了。好，再来一点油，欢迎。哎呀，我们是给人家敲门进来的啊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来来来来来。我们的牛肉汤，哎，桌子都收了。啊，坐里边，坐里边。哦，好，好，人家给我们都收了，让我们坐里边吃，里边外边没地儿了。好了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刚才出去问了一下啊，问问有没有辣椒，你看整个桌子上都没有。问问有没有醋，也没有。说这种羊肉泡馍就是吃三鲜的，不需要加。如果是小炒的，他把辣椒和醋问你多少，给你放进去了，所以桌子上不需要辣椒和醋。所以在外地吃的加辣椒和醋，难道是不正宗？你知道？看牛肉，大片牛肉，这样一碗30啊，肉烂，然后入味非常棒。嗯，好吃。加了一勺那个牛骨髓的油啊，我看到里边还加这个豆干。优质牛肉很多啊，能有一两肉，多细多小，小馍，并且入味不烂，并且入味的还很 Q 弹，不是那种特别烂糊的感觉。嗯，好吃，是吧？很鲜，这个鲜是什么呢？是那个牛羊肉的那种鲜味啊，就是。肉香和肉鲜混合在一起，不是味精鸡精的鲜，很浓郁。为西安的美食点赞。